到一朋友家去看看中国蓝鲸，天儿不错。第一次。中国蓝什么特点？俩呀，一个俩字儿，一个字儿俩。两个字儿很雅，三个字儿太雅了。我还喜欢它的叶子，哎，就那观叶呀，那种美呀，那个姿势，那个优雅呀，它那个中国蓝那个香啊，跟洋蓝不一样。这个你闻一回，就是永远都忘不了。什么墨蓝呀，报翠蓝呐、啊，什么秋蓝呐、啊，什么反正也是一大堆讲究。墨蓝。大部分都是香是吧？哎，那个那咱那朋友告诉说养蓝那朋友告诉咱们一定要买秋蓝是吧？秋蓝更香是吧？不是香，就是秋蓝是所有花都没有的时候，包括洋蓝都没有的时候，它一枝独秀。啊、哦，秋天没蓝，除了秋蓝之外啊，洋蓝也没有，国蓝也没有，就是秋蓝。跟秋菊比美呢？秋菊咱不知道。秋天嘛，秋天菊花上的时候，兰花就不多了。知不知道啊？秋菊是秋天上，当然是了。满城尽带黄金甲，我花开吧，百花杀。但是现在还没有秋兰呢，一定要有机会买个秋兰。那都花都上来了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这样有个秋兰，这一年四季咱就都续上了。主要是香，主要是香。它那个香很独特，闻一鼻子是一鼻子。那还不是，闻了就难忘。我们开着车，唱着歌，一路欢歌笑语。没唱歌，都能唱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到喽。就这条街吧。这条街还挺幽静的啊，没什么人，树还挺密。养兰花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静。GoPro 停止录像。我这是药房鱼清堂，这是古玩店，这是当铺，喝什么都有。这是小吃一条街，是弯山小吃小地方，这街上人多的不得了。唐人街，那这些都是你捏的，都是你做的啊？收集的是吧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公宅是。卖的，那房子是我的。房子是你做的，那上面的小人是你做的吗？不是，小人不是我做的。好玩。小人不是我做的。小人他要用这个烧的。对，陶瓷的。哎，这个小人不是我做的。特别好玩，特别好玩。这个是。这个好玩。这是狐仙洞，你看，黄色盆景、这是黄色盆景。哎，狐仙。嗯。太好玩，这是八仙过海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哎呀，太美了！没什么美。现在人不会做这个。哎呀，您这雅，这才有这种雅兴啊！还有这种盆景里面套上。盆景还要做了？哪去了？都卖了。卖了。年纪大了，做不了。哎呦。我原来盆景，你看，66年是一零。66年啊。66年，我们还没生呢。16年，吓我一跳！66年，我先完了，我们还没出生呢。那我还奖状了。对啊。获奖的。这盆景都卖了。哎呀。这是获奖证书。哇，太漂亮了、啊。这个是观音堂。哪个是观音堂？这个。啊。这个是曹。赵子龙啊。赵子龙。这是。普通话讲不好。嗯。这是江南水乡。江南水乡、这是您种的葫芦，然后自己再加工的。对，哎呦，我喜欢啊，我特别喜欢啊。葫芦是辟邪的，太厉害了，对。啊，后边那个屏风也好看啊。对，这个屏风也好看、啊。后面不是，后面这个好看，金枪不倒。啊，这是什么做的？这什么做的？是葫芦吗？竹子做的。竹子做的。竹根。啊，您做的吗？还是？是我做的。哎，你。金枪不倒，这是与狼共舞。哎、哇，你看这个女的在跳舞。这什么树根？这很。这个是桃树。桃树。然后一个后面一个狼。太好了。与狼共舞。太好了。哪个是狼？您再给我指一下。我们后面不是一个狼。哦，对，看出来了。掉了不好。对。是这个是吧？是这个。
这个狼啊，这个是狼，嗯，哦，与狼共舞。哎呀，太开眼界了。这个是金枪不倒，这个是与狼共舞，这个是、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是什么？快乐？不是快乐。你写的吉祥如意啊、哦！吉祥如意，吉祥如意，吉祥如意，吉祥如意。轻轻说一声早上好，早安。哇，这么好玩！年年有余。对对对对，年年。下面都是锦鲤、嗯。这是哪里人？你这是不是？上海人。上海人哦。这是啊、这是这个，这是这个叫叫，我见塔斯马尼亚有这种木，叫什么？不是它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是辟邪的榆木是吧？不是，叫柚子木。柚子啊，柚子，柚子吃的那个柚子吗？柚子吃的那个柚子吗？grapefruit 柚子不是，人家香港人不是监狱出来啊，把柚子叶洗澡啊，嗯，辟邪的嘛。哎呦，长知识。这个是一样，是树根啊，树根啊。这个欣赏它的树根是吧？这是树根。嗯，我是挖出来，太棒了。那怎么不腐烂呢？你处理了吗？就是不腐烂、啊。不是，它时间长了发霉了吗？您处理了？不啊，是吗？哦，这是烫的。哦，到山东周庄学的。不是，我到聊城学的。啊，聊城学的，还说错了啊。山东的。不是，我主要是要问他们怎么用，他们都卖给我的，就他们卖给我的。啊，是吗？哎呦，这个也养得好啊，这个植物养得好，这是你养的吗？这个养得好有什么不稀奇的。这个是比较容易放在水里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植物啊？绿萝吗？不是，这个不是，嗯，小马蹄莲那个是啊，那个是竹子，那个是假的。嗯，这我英文这是两个 yes no。您来了几年了？我来了31年，三十多年了。来了31年了，那您31年一直就种花吗？对，他们卖给我。啊、okay ，你看你的一花一世界，啊、一树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。对。哎，这个，好玩。这个我也要，知道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是它是送一个东西，嗯，我送给你，一件商品。一花一世界，这是我 logo 了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中医灵药吗？哦，是吧？灵芝、哦、，OK。嗯，火龙果很好种的。火龙果啊？嗯，很好种的。它就这么，这能接几颗呀？这个。它每颗都能接啊，都每颗都接一个。它关键火龙果就是说，嗯，它长到像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把这里要砍掉。哦，为什么呢？营养不让它流失，不让它再往下长。哦，它往下长，然后又长出一根，那就不接火龙果。哦，你比如说这一只能接几个？这一只能接几个火龙果？只能接一个。嗯，就几个，这两个、三个，它就不大。哦，那要有第二个就把它拆掉，然后它不是第二个火龙果，它就是冒出第二个芽，你都要把它摘掉。哦，你不断的摘芽，不断的摘芽。明白了，不断的摘芽，这是腊梅。您在培养小腊梅是吧？对呀、啊。OK， 您要多培养几只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因为要的人多呀。哦，腊梅这是四季桂。嗯。四季桂就是一年四季都香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太好了！你有没有小枝儿啊？没有。啊，你给我培养一个小枝儿呗。听话。啊？你给我电话给我。好，哎，我已经闻到香味儿了。哎呀，我已经闻到香味儿了。这就是啊。啊。哦，你这个很像很像。关是这样的，你有一个地方好，另一个地方就不好。哦，我是眼睛特别怕累，耳朵好，耳朵特别好。啊，就是很远的地方，很轻的声音我都听得见。很香很香。哎呀，您没有小枝吗？这个，您给我培养一个吧。你这样不是说抱起来多长时间？您大概多长时？你觉得多长时间能生根呢？对，4个月吧。4个月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等您，我等您，您给我包一个。很香很香，这个你闻一下，香的。我已经闻着了，闻着，哎呀，太棒了，这味儿好好闻。
们在老花友的花园里头还有更多的活动内容，干货更加丰富，我们将在下期播出。谢谢观看。